透视易经解锁密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禅宗说卦。解说完泽山县的六个爻辞了，说了今仔日咱就要来介绍雷锋恒横卦的部分。雷锋恒的上卦是震为雷，下卦是巽为风，恒就是永远、长长久久的意思。雷锋恒是一支代表阴阳相配。永远幸福美满的婚姻大结卦，这支卦是由初六、九二、九三、九四、六五和上六来组成的。咱先来看第一爻的爻辞的解说。初六，进恒，真凶无忧虑。进这个字有侵的意思，所以初六的爻辞的解说就是讲费尽心思侵入去追求永远这件代志。那是坚持守在正道，就会有凶险，一点好处都得不到。为什么深入追求永远会碰到灾难呢？相传是这样回答的：进恒之凶，始求生的。意思就是说，因为一开始就研究了太过深，堆积了太多关系。根据卦象的显示，初六阴爻忌阳位，虽然是不得位的情形，但是伊甲九四之间有互相对应的关系。初六代表雷锋恒一开始的阶段，那是初六就紧要去追求永远这件代志，伊希望即卖状况会当永远袂改变。这个要求会因为初六受到地位的限制，变成一个无理的要求。佮加上佮初六相应的九四是坐伫雷锋恒的上卦震为的范围内面，因为震卦有行动上进的含义，难免就会加深初六本身的躁动。但是因为初六的头前是九二佮九三两个用号，所以初六想要回应九四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代志。过程中会碰到真多阻碍，在这款的状况之下，不管初六是固执要选择坐在原位，继续深入去研究永远之道，或者是要选择向前行去接近救赎，这拢对伊真不利。所以要求才会敢讲，初六一点啊好处拢得不到。历史上有真多皇帝拢伫咧追求养生这件代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来分享的，就是汉武帝的故事。汉武帝是历史上真有名、嘛真有能力的一位皇帝，甚至伊也被人称作是明君。不过，就算是安尼，汉武帝嘛无法度逃过长生不老的引诱。伫汉武帝少年的时阵，伊用伊的智慧甲坚强的军事力量，连续派兵去攻打敌人，而且确实嘛得到非常好的结果，立下历史性的大功劳。但是随着年岁渐渐增加，身体状况愈来愈歹，汉武帝的心中产生了追求永生的欲望。所以后来汉武帝迷恋着神仙之术，伊企图用修仙炼仙丹的方法来延续伊家己的生命，得到用不完的财富甲权力，做永远的皇帝。但是想要长生不老，那是有遐那简单的代志呢？就因为汉武帝一个人的自私，影响了原本美好强盛的国家的势力。汉武帝的行为造成朝廷的动乱，真侪忠臣因为安尼遭受到迫害，而且汉武帝的家庭嘛是因为安尼变加破败，不但皇后自杀，就连太子嘛因为逃亡失败过身去。最后，咱来看雷锋恒第一爻阴爻的总结：初六阴爻忌阳位，甲顶卦九四互相来对应。因为初六追求的是永远的心态，想过着急啊，所以就算伊原本的用意是好的，也是会有凶险，而且嘛得袂到什么好处。说下来是雷锋恒第二爻爻辞的解说：九二会亡，
这句话就只有两个字，所以伊的解说嘛真简单，意思就是未有悔恨。为什么到甲九二悔恨的情绪就会来消失呢？像专讲讲九二悔亡，能九中的意思就是讲九二未因为感觉后悔，是因为伊会当长期保持中庸之道的关系。根据卦象的显示，九二用脑及阴位，虽然是不得位的情形，但是伊甲两五互相来对应。咱先来解说九二为什么会后悔。咱拄则有讲到，九二是用脑及阴位，不得位的情形，就代表九二违反伊应该爱表现出来的好德行，安尼难免就会惹上一挂麻烦。和九二产生了后悔的感觉，不过因为九二甲两五相应，而且伊也坐伫两远的下卦，信来方的中央的位置，就算九二捌有过错，但是因为伊知影人个改进，知影要长期稳定在保持中正，所以悔恨的情绪才会渐渐啊来消退。最后，咱来看两远第二个。用脑的总结，九字用脑及阴位不得位的状况，就是失症，这会害九字产生了后悔之心。不过因为九字是坐在悬挂下卦中的位置，所以只要会一直保持中庸之道，就会当消除九字心中的后悔啦。大家学易经，做人处事可安心，身体健康心安宁。投资求财必得利，做伙学易经，家庭幸福永共心，修行路上可见性。禅宗说卦节目后期账号：42274784，号名：十方法界基金会。欢迎回来禅宗说卦，今仔日咱要来讲的是选择落在一念之间的故事。阿公甲阿明是两个生活过甲真无如意的少年人。迄一天，因特别去山顶要拜访一个禅师，希望禅师会当予因指示。阿公甲阿明问禅师：“阮两个人伫公司内面，常啊受到同事的欺负，日子实在过甲真艰苦。请师父开示，阮是毋是爱辞掉这份工作？”禅师目睭客客，一下又搁一下转动伊手中的念珠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禅师才开口，伊只甲因讲六个字：不过是一碗饭。阿公甲阿明无理解，但是禅师嘛无愿意加做回应，手一摆就请因离开啊。回来到公司了后，阿公就决定要辞掉这份工作。等于处正常，但是阿明自从回来迄一天，伊就无再提起要离职这件代志啊。十年后，阿公变成一位农业专家，伊利用伊所学到的现代知识，改良过去的品种，种出冠军米，甚至也外销去国外，生意非常的好。当年选择要留在公司打拼的阿明，在公司里面一直是用减讲话加做事的态度在咧上班。渐渐啊，伊就受到公司的重视，为基层开始做起，到即马已经是公司的总经理啊。有一天，因两个人小谈，阿公就问阿明：“师傅当年讲不过是一碗饭，我一听就知影师傅。”就是咧讲，人活落去只需要一碗饭尔。为什么爱活到遐尔艰苦呢？根本都无需要为着一碗饭，就互家己伫公司内面受气。为什么你也继续留伫一间公司呢？阿明回答：我嘛是听师的建议啊。我伫遐上班，就是为着一碗饭食。反正只要我无爱伤计较。也不是讲完全过袂落去，为着一碗饭，较忍耐一点也就好啊。后来，因又过去拜访迄位禅师，因问禅师：“师父啊，当年你想要传达佛愿的，到底是啥物意思？”
禅师悠然是目睭客客静心念佛的模样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禅师只给因七个字，不过是一念之间。这个故事讲讲，人生中咱会碰到真多的选择，所有问题的答案其实拢在咱的一念之间。无论咱是做什么款的选择，只要咱愿意坚持下去，为着家己的梦想来奋斗，总有一天都会有成就啊。六兽也可以叫做六神，指的就是青龙、朱雀、勾陈、腾蛇、白虎和玄武。六兽的排列顺序是固定的，所以在装六兽的时候，只要记住往后一位不断循环的概念就好。装六兽的作用就在于辅助断卦的部分，每只卦中的每一个爻都配有一兽，每只兽代表的含义都不一样，根据不同的事情、特质、类别跟原因，表达出来的意思就会不一样，这关系着预测的深度、细节跟准确性，所以我们也要知道六兽各自代表的五行如下图。每一天都能用天干跟地支来表达，例如甲辰日、丙子日、癸卯日等等，但我们要用来装六兽的依据只有天干的部分。十天干各自代表的五行如下图。装六兽的方法就是以你当天占卜日期的天干五行为基准，再找出对应的六兽，然后从初爻开始由下往上依序排列。甲乙日属木，对应到五行属木的青龙，所以六爻的顺序为青龙、朱雀、勾陈、腾蛇、白虎、玄武。丙丁日属火，对应到的五行属火的朱雀，所以六爻的顺序为朱雀、勾陈、腾蛇、白虎、玄武、青龙。戊日属阳土，对应到五行属阳土的勾陈，所以六爻的顺序为勾陈、腾蛇、白虎、玄武、青龙、朱雀。己日属阴土，对应到五行属阴土的腾蛇，所以六爻的顺序为腾蛇、白虎、玄武、青龙、朱雀、勾陈。庚辛日属金，对应到五行属金的白虎，所以六爻的顺序为白虎、玄武、青龙、朱雀、勾陈、腾蛇。壬癸日属水，对应到五行属水的玄武，所以六爻的顺序为玄武、青龙、朱雀、勾陈、腾蛇、白虎。妇女八万四千的法门来对治众生的烦恼，就好亲像一支歌，会当有非常多面量来解说众生的问题。看完了泽山县的六个变卦了后，今仔日咱就要来介绍雷公园的初爻变爻了，变成下卦是乾为天，上卦是震为雷，是六冲卦之一的雷天大壮卦。以及二爻变爻了，变成下卦是艮为山，上卦是震为雷，雷山小过卦。这两种的卦象分别套用在各种问题的分析。咱先来看财运甲投资的问题解说。在初爻车财动的时阵，丑土的车财动主水的父母主丑合，应爻的车财生细爻酉金的官贵，代表你最近的财运非常好。安尼卦象，就算雷公园初爻动了后，变成雷天大壮，卦化六冲，嘛袂影响到你的财运。你伫个投资求财这部分，会当得到袂歹的成绩。第二爻父母动的时阵，亥水的父母动五岁子孙，
官贵气势，表示你为着要得到搁较侪利益，付出真侪心思伫咧投资上。但是你最近的财运真无理想，所以真有可能最后你啥物好处拢得袂到。刷落来是感情的部分，针对还未结婚的男性，伫初熬抽头的车载，当注水爸母的时阵，细熬者幽金的官贵，对目前有交往的对象，而且也有打算要结婚的人来讲，代表你的婚事会当顺利来进行，大概伫个年底的时阵就会当完婚啊。在日后海水的父母当五岁子孙的时阵，官贵起势，应后的车载是细后的官贵，表示你家里的女朋友心意相合，感情非常好，这层的婚事会当有成就。对于已经结婚的男性来讲，在初后抽土车载当的时阵，再后当子水的父母子抽合，应后的车载是细后的官贵。代表您夫妻的感情和谐，你娶到一位真贤惠太太，因为有你太太替你照顾这个家，你才会当放心去拼你的事业，所以你在事业上才会当得到袂歹的成就。第二爻亥水父母当的时阵，父母当五岁子孙，再爻生细爻的官贵，代表你跟你的太太的感情真好。心意相随是一对让人心生的模范夫妻。针对还未结婚的女性，在初熬车载当的时阵，抽土车载当煮水的父母煮抽合，对目前有男朋友的人来讲，这句话对恁的感情相当不利，表示恁原本拢已经讲好要结婚啊，但是忽然间发生变故，不但造成这桩婚事破局。甚至您也有可能因此选择分手。第二爻父母当的时阵，亥水的父母当五岁子孙，酉金的官贵气势，代表你的身上最近会发生喜事，让你每天拢会嘴笑目笑，心情真欢喜。对已经结婚的女性来讲，在两横初爻车载当变成雷天大壮的时阵，挂化六冲。抽土的车载当煮水的父母煮抽合，代表你的先生最近有向外之心，恁翁阿婆常常因为安尼来发生冲突。在雷风横二爻父母当变成雷山小姑的时阵，亥水的父母当五岁子孙，应后属土的车载生细爻酉金的官贵，代表你的先生是达到你依靠下半世人的好对象。健康的部分，在初熬抽土的车载当煮水父母的时阵，表示你的病情真歹断根，就算你搁安怎治疗，嘛无法度恢复到完全健康的地步。不过你也免因此就来放弃，你也是爱配合医生认真治疗，安尼你的病情才会当得到稳定的控制。第二爻亥水的父母当五岁子孙的时阵，酉金的官贵气势，代表你因为伤过操劳，四处咧奔波的关系，常啊拢无按时咧食饭，所以你的胃肠才会出状况。不过这嘛毋是啥物大问题，只要你尽量放下轻松，培养好饮食习惯，渐渐你的病情就会改善啊。合业方面，伫初爻车载当的时阵。抽土的车载当煮水的父母煮抽合，代表你原本的学业成绩就已经袂歹啊，只不过你是因为咧谈恋爱的关系，无把心思放伫学习上，所以才会出现退步的情形。只要你赶紧将家己的心态调整过来，你的成绩就会慢慢啊进步啊。第二爻父母当的时阵，亥水的父母当五岁子孙，应爻属土的车载。生细熬酉金的官贵，财生官，土生金。因为你真认真、真专心伫个学习的关系，所以你才会当得到遮那好的成绩。只要你继续保持落去，未来绝对会当考到你心目中的好学校，或者是找到搁较好的工作机会。
工作方面，在初熬抽土车载重的时阵，载熬重煮水的爸母官贵气势，代表你最近的工作运袂歹，不但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而且公司开予你的薪水条件嘛真好。不过有一点，你要提早做好心理准备，就是你最近恐惊会有职务上的调动。第二熬海水爸母重的时阵。父母当五岁子孙，代表公司予你的待遇真好，你非常满意。建议你伫个工作上一定爱表现出积极的态度，安尼对你未来的升迁才会有帮助。官司方面，伫雷峰园初熬抽土的车载当煮水的父母，变成雷天大壮的时阵挂画六枪，主抽合表示这场的官司最后的结果。对你真有利，你会当得到对方的赔偿。伫雷峰园二楼海水的爸母，当五岁子孙变成雷山小姑的时阵，细熬一个幽金的官贵，代表这场官司对你真不利，甚至有败诉的可能。建议你要加强收集证据的部分。公司经营方面，伫初熬车载重的时阵。抽土的车载当煮水的爸母，煮抽合表示你最近的事业运真好，恁公司的生意嘛袂歹，业务遍布真济所在，你会当赚到真济钱。不过也是爱提醒你，虽然恁公司目前的发展真好，但是你也是袂使伤大意，爱认真奋斗，脚踏实地经营，安尼对恁公司才有办法永久经营。第二爻父母重的时阵，海水的父母重五的子孙官贵气势，代表你真重视你的事业，嘛投入真多的心思甲时间伫个经营上，甚至你为着公司会当得到搁较好的机会，四处咧奔波，非常的无用。但是最后得到的结果，恐惊会互你失望，恁公司的收入只会当勉强来维持。真歹得利，然后是借钱甲贷款的部分。伫雷峰园初熬抽土的车载，当煮水的爸母，变成雷天大壮的时阵，挂化六枪，煮抽个合，表示你真紧就会当化解危机为转机，顺利借到钱啊！而且基本上只要你一开嘴，别人就会答应要借你啊！在雷峰园二楼海水的父母当五岁子孙的时阵，官贵气势，代表你只要是周转困难的问题的时阵，真轻松就会当得着钱啊！而且最后摕到手的数目嘛符合你的心意。最后是阳宅甲阴宅的部分，阳宅方面在初熬抽土的车宅当煮水爸母的时阵，煮抽合。表示这间厝无适合你住，建议你另外找一个新的所在。投资房地产的部分，初熬的车宅当爸母，代表你投资这间厝已经替你赚到钱啊！建议你唔茫贪心，趁即马有赚到钱，就赶紧甲脱手。第二熬海水的爸母当五岁子孙的时阵，代表这间厝适合久住。住愈久，不但会当得到平安，厝内面嘛会当真兴旺。投资房地产方面，二楼的爸母当子孙官贵气势，代表这间厝的房价是先落价后起价的情形，适合投资。阴宅方面，伫初熬抽土的车宅当子孙爸母的时阵，代表祖坟后壁的坟墓有额头的现象。这对风水来讲相当不利，表示这个所在无适合建立墓穴。若是祖先的骨骸阁继续放伫遮，就会发生无吉利的状况。建议你也赶紧迁葬。第二爻海水的爸母当五岁子孙的时阵，代表恁家的祖坟风水袂歹，只有认定的部分小可有较差一丝啦。以上就是雷峰园初熬冬变成雷天大壮的卦，以及二熬冬变成雷山小姑的卦，为大家做个解说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走入易经的世界，
了解卦的运用，掌握家己的命运，让你拥有幸福健康的人生。感谢你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。